老板娘好，我跟素玲就是不同路线的，看得出来，你那么白，我也对黑白。然后呢，我要用的，我介绍的都是，比如说几年前5、6年前买，然后可能至今拿出来就觉得还是，比如说很好搭配衣服啊，或者是你走在路上还是不会退流行，然后有自己的一个态度的这些商品。首先我讲的是靴子，你好像它是。还有黑色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个美国的牌子。然后呢，它这个靴子呢，几乎是可能讲出来，很多国外的明星什么的，大家应该都会有一双。而且呢，它其实低跟高，对，它是膝上靴很有名。任何人就是只要男生没有啦，哎，你那么可爱。很烦哎，就是它的膝上靴，就是一穿起来就是立刻身高可以高10公分，哎呦呦呦，九头身。那我觉得其实它还任何脚型基本上我觉得都可以驾驭。这个我已经买了5、6年了，然后因为我是买鸡皮的，那因为皮的我已经有，反正就是有了。我觉得顾得很好哎，我觉得不知道也就很好顾哎，就一样就是除湿机。就是开着，结果这一集经典的是厨师机，厨师机，哎，厨师机记录，追踪我们的 IG 去哪买厨师机，对，就是我就觉得不，而且它又简单，不管你哪一年拿出来配什么衣服，我觉得秋冬其实都还蛮经典的款式。然后呢，我记得很多国外的网站，它比如说很多折扣季，譬如说黑五啊、感恩节什么什么，他们都会有折扣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事先把你的那个尺寸塞到。就是装进购物车，然后时间一开始你就可以马上抢，不然其实这个真的是折扣季很容易被秒杀的一个牌子跟靴子。然后呢，包包多少钱？包包我有点忘了，6、7、8万吗？6、7、8万之类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个牌子，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讲，我觉得好像还蛮我的，就是你平常穿衣服就是一种简单，然后利落的感觉。主要是它这个是吊床包，然后它有三种背法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这样随性的拿，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打开，可以放2瓶酒哎，可以哦可以哦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打开一手，对 ，OK。这样子就是不同感觉，然后呢再来也可以变成这样斜背款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大包，因为我觉得我身高没那么高，所以如果我拿大包很容易就是会压我，那太小其实对我来说很不实用，因为我东西其实都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中等小型的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对我来讲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也可以帅气，就是顶个20万放在这边收钱。就是对我来说，就是可以帅气，然后可以好搭衣服，我都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个经典的，对呀，你店里的味道，对对对对。那你竟然说，哎，丽文来了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味道就他们家的这个味道，我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闻到，反正就是一世成主顾。就是店现在已经8年了，我是从一开始到现在8年都是用这个味道。然后很多客人，比如说来我的店里，他好像就是印象就会有那个味道的，对，像新梅姐也是，就会说哇，好喜欢那个店里的味道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基本上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它是有一种清新的感觉，不是那种粉味浓郁的那种 feel， 对，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腻？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很经典他们家的商品，所以至今我就是可能任何蜡烛啊、扩香啊、香水啊、芳香，就是全部都用一套的，就是让人家觉得有一个记忆点。而且它好特别，那个味道，就是一闻到你就觉得好奇怪，就想要掏起。屁啊！如果有那种味道，马上很舒服，好啊，很舒服，对，就舒服。进去就会觉得自己也很高级，怎么穿每一套衣服都好看，清新这样，对不对？希望可以，希望可以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就是经典，超级便宜，有点经典的木瓜霜。然后它就像我们台湾的绿油精。
我不知道，可是绿油精有的人味道会怕。小护士不是台湾的吧？哦，但是日本，日本绿油精，这是来自澳洲，然后它其实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，它就是不管什么样都可以擦。对，但其实它有点类似凡士林，但是我觉得它不一样的是，因为它是木瓜霜，所以它里面就有木瓜酵素。那木瓜酵素就是可以轻微的解决一些发炎啊，一些小小，比如说我们有小刀伤、蚊虫一些。小小急救的功效，那我觉得这个最厉害。我本来也都觉得哦，反正就是保湿嘛，手肘啊，护唇膏哪里用？结果呢，我就之前有一次在烫衣服的时候，我的手肘就是被那个蒸汽烫到，就是很像变一个拔罐的样子。那因为当下就太烫了，我赶快冲完水，我就立刻把它抹上去，就我根本已经就。不见了，就是因为那个是有起水泡的那一种，不是真的烫伤，赶快去看医生。对对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当时没办法，我就先急救。对，后来去看医生，那后来医生的药擦完了，我就是三不五时就是擦一擦擦一擦。我觉得它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新陈代谢啊，保湿，所以那个肌肤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。这个真的是还蛮好用的。